よいし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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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ょおしおおわわ斬吉普真的是很帅。我们今天要来试试看用这个斩吉普啊来去讨伐这个雌火龙看看哦。那斩吉普在这次试玩版当中呢，它有两种降虫招，一个是金刚连斧啊，另外一个呢是斩吉蓄力。金刚连斧的话，它算是用的时候呢，会有一个霸体，然后人物会不断的在外面转来转去，而且呢在操作上啊，它可以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视角。然后另外一个斩吉蓄力啊，在使用的时候不会扣除这个瓶子哦，所以打起来是怎样的感觉呢？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所以基本上就与斩吉普啊，目前还没有使用过蛮多次的，今天呢就来试试看吧，看这打起来的感觉如何哦。哎，怎样？刚才有个蝴蝶，拿一下，这个蝴蝶也是蛮重要的。OK。来吧，我说，哎，这个不知道斩吉普的这个武强化还在不在啊？哦，貌似有发光一下，应该是还在的吧。快说，哎，哎呦，这个斩吉普在用的打起来的感觉啊，他的那个变形速度好像比较快一点点。嗯，哦，这个变形斩，哎呀。再来试一下，我，那我们来试一下他的降虫招看看好了，你凶啊！哇，就这个，超酷的、欸！哦，他累了，哇，这个玉龙，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的版本啊，繁体叫做超龙，然后呢，经理呢叫做玉龙，我觉得玉龙还比较好听一点点。好，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斩吉普的这个解放看看。哦呦哦呦，好像还可以啊。变形一下，哎呦，可以可以，哇，他的其实还蛮敏捷的，只是对于这个觉醒值，因为斩吉普如果你要零解放的话，要让他觉醒嘛，这个觉醒值的感觉累积好像比较慢一点点。感觉未来是需要透过技能吧，好，这样就觉醒。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这里用一个这个降虫招，回收。回收啊，藏上去，哎，没有藏上去，哎，飞走了、欸，哎呀，可惜。以这个斩吉普在操作上的感觉，要怎么讲嘞？感觉就是他在变形斩还有你在斧强化的切换当中会觉得比较快速一点点吧，变得比较灵敏一点的感觉。小小哎哎哎哎呦，我们这边放一个陷阱好了，哎，这里爆一下看看，哎呦，哇，这个伤害，这爆的伤害蛮高的嘞。哎呦，哎呦，哎，我发现他这一套装备是有那个回避性能啊，我可以回掉，哎呦，刚刚可以回掉一些伤害，哎呦，哎呦，试一下零解，刚没试，哎，等一下，哎呦。哎呦，这个灵姐刚刚尾巴回过来，我可以直接，哎呦，等一下我掉下来，我可以直接那个、欸，可以直接上去，哇，这个灵姐有点意思啊，等一下，哎呦，这有趣了，哦，回复，利用这个直接回复，不用再填，这个降虫招还蛮好用的，哎呀，而且他这个金刚连斧的这个动作啊。他的那个幅度还蛮大的，哇，整个变得非常方便哦。是吧？他这个金刚连斧的这个幅度啊，你们看哦，我可以不控制的话就是往前嘛。但是如果用的时候，他的第二下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很大幅度的转变，像这样子。
有没有？哇，直接往右边斩这样子，还蛮有意思的、哦。然后这里当没有瓶子的时候，用这个补充一下，再利用这个砍一下。哇 ，OK， 一个不会破坏。哎呀，中毒了！等一下。OK。哇，而且他那个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哦、我就会让他一直爆就好了，然后再利用这个补充一下。喂，然后再让他爆一下，直接爆出来，然后没的时候用这个回复一下。那这里，哇，哇，好像还有哦。哇，直接一个要结束了、欸。哎、欸，我发现他零点就只要这样子，然后爆完之后没有，哎、欸，没了，对不对？用降虫招拉一下，啊，你又有了，然后再变形，然后再爆一下，我会蹦，然后再又没了，对不对？然后再变形，然后再用一下，就一百这样扎下去，有点猛。等一下，哎、欸，他睡着了是不是？我们来爆一下，喂，喂，嘿，哎呦，哎呦。哎呀，爆掉了！这里用一个降虫招，哎呀！哇哟，哎哎，等下我的锐利度不太够了，我能不能这个要被炸？やばいです。やばい！啊！这个斩斧蛮妙的，感觉玩法蛮多变的。整体来说的话，哎呦，哎呀，哎呦！爆一下，只是他的，我觉得唯一一个可能还是要透过技能吧，就是他的那个觉醒值的累积比较慢一点，嗯，稍微慢了一些些。说，而此我的火焰伤害是变比较低一点，我觉得他最后一招我们就献给他那个斩斧的降虫招了，金刚连击。哎呀！哎呀！哦，这招是有霸体的这样子，超酷的哦哦，打死了！哇 ！OK OK。哎呦，这个是小毒狗龙哎、欸！哇哦，是小毒狗龙啊 ！OK， 哇，整体来说斩斧，我是觉得他这个爆吧，爆的这个，嗯。可以让他直接爆出来，或者是多炸几下。不过刚刚在炸的时候也有炸出二十几滴，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给他炸一下，只是要看状况去使用。比较方便的是说，我们不用像以前这样子，有没有？我们还要再填。你可以直接利用降虫招，直接把它去再做一个填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方便的，而且填补上去之后，我们的这个能量啊还是不会扣的，所以呢，哇，真的很方便啊。好啦，那今天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斯巴拉系。斩斧，好帅啊！